很多的臭宝啊，老是找老花一记养一些个米兰，然后呢，我从网上啊自己选了个米兰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从头到尾的系统教学。先开箱啊，这个也算是老花一的一个测评，又是一颗米兰。然后呢，这个价格多少钱？价格是19.5是吧？说是。然后这个非常不推荐啊，非常非常的不推荐，这个卖家确确实实有点糊弄事糊弄人啊。可能跟老花艺一样会糊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着重的去讲米兰啊，这个米兰的价格呢是19.5。然后为什么说这个老花艺不推荐买哈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哈，这个米兰它是一个盆里边应该是有三颗，这个是它暴力分盆之后的，明白了吗？臭宝，即使是我来养，它存活率也很低，懂这个事吗？你话说不是，你别不是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干这个行业多长时间了，我用眼一看我都知道谁干的这个事儿，虽然写的发货地是杭州，大家也都知道是哪儿发出来的，你懂这个事儿就行了。你看这个根，你自己看嘛，臭宝。所以说这种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是不推荐大家去买的，大家如果买到这种的，你就直接下回就不要买这个店铺的东西了，这个很不推荐。你看这个土邦邦硬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而且都摔成这个样，它土都不散，里边邦邦硬邦邦硬的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薅一块土给你们看一下，强烈不推荐。如果说你奔着便宜去，我觉得也不便宜，这一颗的价格19.5。你像它一个盆里边分出来的是三颗，它三颗分的盆，所以说性价比也不够，这个就不推荐大家买了。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顺便给大家来一个那种收到手以后开始怎么处理洗根换土，这种的存活率低啊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买到了没办法，肯定是拿不到老花一的好评了这个。然后呢，洗根换土啊，就是把这个根简单的弄成这样。如果是大家真的一不小心弄到了这种啊，大家就可以去操作，是可以但不是必须啊，这个完全看个人，你是可以那么操作但不是必须那么操作。之后呢，把这个黑掉的这个根稍微剪一剪，把这种黑的根剪掉，别的没什么大问题。我跟大伙说啊，就是你如果说像我一样，你真的要洗根换土，给尤其是给米兰这种洗根换土的话呢，我给大家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呢，就是要修剪。有的话说老花艺，我想要做成棒棒糖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你如果说像这种树做棒棒糖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的，也就是把这些全剪掉。要不要做个棒棒糖给大家？那我就做棒棒糖了，啊，把上面的要剪一剪，这不就是一个歪脖子树了吗？是不是？一会儿可以做造型啊。行，找一个排水透气的盆，不要太大了，下面垫一层底土。这种感觉之后呢，像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容易空根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土塞到这个根里边去，这样像这样尽量的避免一下空根，这是一个小经验啊，大家注意一下就行。别用很大的花盆了，你洗根换土别用很大的花盆，用土用好一点的，你不用个好一点的土，你洗根换土图啥呀？啊，老花一卖的这种哇塞的土呢，你试一下你就明白了，老哇塞了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就差不多就算种完了，不要加肥料，不要加肥料，排水透气的小盆好土，光照该给的给，避一下强光的暴晒，明白了吗？该修剪的要修剪。那之后呢，就浇一遍透水，光照可以给，你像这种光照别暴晒，有一些光照比较哇晒的，用一些生根液啊，我用到的这个是会玩的生根液，它这个不烧花，是利于它发根的，它也里面带有营养，提供一些营养让它快速发根，增加快速浮盆，日常时候浇花你们也可以去用。这个是用到的恶霉灵，防止烂根，捏几下就行了，一般是1000毫升对1毫升的药就够了，搅拌一下，这样就浇。你浇不透的臭宝啊，你就可以用盆给它浸盆，找个大一点的水桶，大一点的水桶你这样给它浸上，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，很多的花友浇水它容易浇不透啊，你都可以采取这种浸盆的方式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，干透浇透，一定要维持这个点。很多的臭宝干了也浇水了，但是没浇透，那不行，不干不浇，干必浇透，一定要浇透水，这边水给它浇透就 OK 了，放到光照好一点的地方，避一下强光的暴晒。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？要我大舅子是吧，
做了个手术，然后出院了。出院了以后呢，是让他吃饭，不让他暴饮暴食。人家大夫说，回去以后啊，注意饮食，别暴饮暴食。他就直接不吃，一个礼拜饿的自己走不动道了，那不是傻吗？光照也是一个道理，可以晒，但是不要施肥，不要施肥，明白吗？别的没啥啊。然后这个让我评分的话呢，我是强烈不推荐，因为如果说大家你自己认为20块钱买一个这玩意儿，你认为是怎么样？还是那种胶泥土，还没有盆，还是从一个里边给你拆分的，这个不推荐大家购买。如果说大家遇到雷同的，也不建议，好吧？尽量的买那种原盆原土的，等到时候再给你们再找米兰重新找，这个就不推荐了。但是胶的这些东西是值得学习的啊，觉得不错就得点个赞。有其他的养护问题呢，可以视频留言。我是老花一，养护车站一，白了出宝。